我咋有问题了？我不是没演，我是不知道怎么演。你们告诉我刚才那几个成语应该怎么演？你一言我猜。我们猜四字成语吧。四字成语啊，我开始了。哎，太简单了，我觉得。猜对了，下一个了。这个条件所限，这好难。又猜对了，看看这个，不是有的，你要借助道具，我这找不到道具啊。还是挺形象的嘛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呀，他也不停一下，这得连着表演。这个我觉得本色出演就好了嘛。就是我在一个男团里面跳舞。你们没猜出来。我咋有问题了？我不是没演，我是不知道怎么演。你们告诉我刚才那几个成语应该怎么演。这个确实你们没猜对。哎，你们猜对了是你们厉害，然后你们没猜对是我演的不好，那怎么的都是我的问题，就这个游戏对我太不友好，就你们别管我演的怎么怎么样，好吧，就猜出来是你们本事，猜不出来是你跟我没有默契。你妈再来一句，对，看我眼神行事，好不好？我们猜个 B 站热梗吧，我也不知道有啥热梗。哎，这个四个字啊，我啊不是，哎，跳过此题，我说的那一个字。五个字啊，好啊，这个有点太简单了。四个字啊，哎，让你们给答出来了。哎，这个比成语简单多了。再来一个，五个字啊，这个怎么样啊？啊，这都能猜对，厉害了！你们就仔细的反思一下，为什么有的人跟我就这么有默契？热梗的数量一定是比成语的数量少的。你们就用一个穷举法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想到一个什么梗说出来，总有一个蒙对的。但成语就很难。从节目效果，我感觉还是这个热梗好玩一点。好。一会儿你们可以教教我这个应该怎么演，不是这个怎么演吗？我比个三都行。哦，下次啊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的，我懂了，懂你们意思了。五个字啊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有人答对了。下一个，这什么梗啊？没听过。答对了，很有精神是啥？啥梗？你们这题答对了，只能说我演的好。再来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这个简单。